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电玩名人堂，我是大鱼。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和大家研究了一些每日的素材，三分网怎么打。我们今天依然会请了一位专业的达人级玩家来教我们如何玩。那请让我们看一下名人字卡。Hello， 蒙面人你好，我们今天依然请来了蒙面人哦，欢迎。嗨，大家好。那今天神秘嘉宾就还是我嘛？昨天是我，今天也是我。啊，对啊。那蒙面人，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哦。那也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刚接触神魔之塔一天，一天就是一个新手，一天也敢来上节目这样。所以才需要你来教我们玩啊。哦，好，那我想问说，主要爆发性最强输出队伍是哪一队？其实目前也没有什么比较强的爆发的角色啦，啊，但大家比较多就是玩那个兽队，或者是玩那个希腊队。那么只要转珠转得好呢，哦，就爆发都很强这样。好像也是，可是转珠的排列好像也是要靠一点运气，对不对？对，其实运气成分也有。那么但是有一些基础的转珠的概念呢，我们就是会陆续在这个节目里面啊，让大家了解更多这样子。对，好，那像你这么强，你朋友一定常常找你见解咯。你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组合让你印象深刻，说啊，这个你在放什么东西啊，或是说哎，你这个真的很有慧根玩的。排得非常好，没错没错。健康检查就是说，像就是你的手上卡片很多嘛，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组成你心目中理想的队伍。对，那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哦，一开始手抽的部分抽了一张卡片，嗯，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当队长。哎，其实这是错误的，并不一定是说等级高的来当队长就一定比较强。真的、哦？对，要看那个属性吗？对，要看技能。好，例如说，来，我现在随便点一张卡片来给大家看看好了。好。好，随便哦，我现在随便叫一张，例如说我叫这个好了。哪一张呢？好，哎，看起来好像很厉害，有没有？对啊，一只大龙，真的、哦、很强，对不对？看起来很强。好，可是如果说你把它当队长，然后你旁边可能。他的队长技能叫做什么真龙之泪、哦、就是龙族的攻击力两倍、然后再增加150点回复力。如果说哦，你把他放队长、然后你的队员都放一些不是龙族的角色，因为他刚说龙类两倍嘛，对，所以只限定龙类嘛，只限定龙类，你的队员就一定要配龙类，这样才不会说我配对配出来很瞎。新手很多刚开始配对的时候不知道队长跟队员要怎么选择哦，请记得一定要看队长技的部分。队长技看完呢，这是很重要的哦。对对对，如果说哎，你现在抽到这种很厉害的还好啊，例如说你选一个很莫名很强，但是他的主动技能很弱的，例如我随便选一只，好叫做叫做这个好了。哎，你看到这个也是白金卡，真的、欸，这个也是白金卡，就是你看星星很多有没有？是。可是呢，你看他的队长技能是妖精类，对，可是在游戏当中哦。妖精类比较少，对，妖精比较少，而且攻击力都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两倍好像没差。对，所以你把它当队长没有用嘛，对不对？是，所以说像这种的哈，并不是说强的当队长就是一定是比较 OK 的这样子。对，哦，这就是一个范例，所以大家最常遇到的健康检查问题是，大家随便就是主动技队长技，对对，强的，然后就把它当队长，也不管三七二十这样，这是错误的，记得一定要看一看你的那个 leader 的这个选项哈，它是不是。比较适合你队伍组合的一个技能安排，这样。好，那你有看过什么样的组合比较印象深刻吗？还有什么特色？特色就是什么偶尔韩籍都凑在一队这样子。真的哦。对，就是例如说好，例如说假设好了，假设一个选项好了，哎，好，假设说。我们的那个炼金士莉莉丝，对，他的那个我们的队长技能是什么？我们念一下给大家听，人类之力，人类之力，人类攻击 1.5 倍，没有，人类攻击 1.5 倍。好，然后呢，哎，队长是这样子哦，然后是，他配的队员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妖精吗？妖精啊，或者是配一只这个，啊，这好可爱啊，这叫什么？
史莱姆，光史莱姆。对，而且是妖精类的。对。那请问有没有 1.5 倍加成？没有啊。对啊，那这不就是脑残超级棒？不不不，啊，怎么？就是这样子配就会有问题嘛，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大家要仔细看力的计。对对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刚才人家在玩的时候，对我朋友比较容易犯的。对，就是啊，强的放上去，他也不管队员组合是怎么样，所以说这种很多健康检查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挺印象深刻的这样。那像是我自己，其实我身边朋友已经接触一段时间，但我昨天才开始玩。对啊，那我不知道蒙面人，你可以教我们手抽的教学，要抽到什么等级以上的卡才算好呢？通常大家会抽白金卡。白金卡。白金卡，白金卡就是算是目前游戏里面最厉害的。对，最厉害，等级最高，就那种星星很多的啊。例如说，哎，给大家看看，白金卡大概会有几颗星星好了。好。好，例如说，我们选一张，嘿，可以看到上面有几颗星星吗？五颗。没错，有五颗星星。哎，五颗星星大概就算是白金卡了。然后四颗星星，好，是金卡。对。三颗星星是银卡。那我想问一下，两颗星星是红卡，一颗黄卡，有没有那种？五颗星星很烂的卡片哦，也是很多，非常多哦。例如，你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现在抽吗？现在抽吗？我不是很了解，它是会消耗你的体力吗？好，例如说，好了，反正我有12颗魔法石，我们今天就我就花5颗魔法石抽一张好了。制作当然没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要花5颗魔法石哈。所以我蛮好奇的嘛。好，来，像我们来简单抽一张好了哈，魔法石商店。好，魔法石商店。那魔法石是需要？不是，这是要买东西的哦，好恐怖哦。对啊，哦，封印卡，不好意思，封印卡这边。对，有看魔法石封印好不好？好，等一下。等一下，那友情封印跟魔法石封印有什么差别？哎，没错，友情封印就是你如果有选那个，你在开始玩之前，你会选一个当你的伙伴一起去打他，对不对？对。那个就是可以选那个人物呢，就可以获得友情点数。是啊，对，所以你只要跟人家一直出去打，你就可以获得更多友情点数，啊，可以抽很多张卡片。好，但是目前那个友情卡片通常好一点，顶多就是抽到银卡，也就是。还是我们来抽一下友情卡，然后再抽魔法石。OK， 可以，那先抽一下友情，你看都要花200点的那个友情点数，这样。两百点啊，一次要200点啊。流眼泪了，这样好多张卡片。好，那我们就可以先拉一张这样。好，拉一张，好像这样卡片拉出来吗？这样子就是抽了吗？这是红色的卡片，对，这样就抽了，对不对？我想问你，抽失败就没了是不是？也不会抽失败，反正出来就一定会有卡片这样。好，像红色的卡片大概在游戏里面大概就2星卡，然后抽完呢，它就会这样。好紧张啊！好，抽到一个垃圾。这么看。对，友情卡大部分都是垃圾居多啊，所以说我们示范一下就过了就算。但是封印石才是重点。好，我好期待哦。但是怎么会这时候叫我抽这个呢？这个礼拜的卡片我都不想要，说的。真的假的？对啊，好，不然你抽一张就是5点吗？啊，对啊，欸，你知道一颗魔法石要多少钱吗？不知道。一颗魔法石要25块左右。好期望。如果抽5张的话，就125块。这个好该死的这个。既然要我花钱啊，就点了。好，因为我只是蛮好奇。好，所以呢，哎，像这种魔法石卡片，我们就有机会抽到银卡，银卡以上都是银卡以上，对，银卡不会有那一级的，不会，一级我就写直接了，这没办法忍受啊，这什么东西啊？好，所以哎，等一下我刚刚讲过了嘛，对不对？好，如果是黄色的卡片，就是1星，哦，红色的就是2颗星，然后银色3颗星，对，金色4颗星。白金是5颗星，五颗星跟6颗星都是白金卡，好，所以我们现在这种魔法石抽可以抽比较好。好期待哦！到底抽到什么呢？如果是垃圾我就哭了。这张就是金卡，金中带白金吗？金中带白，白中带金，对，就是白金卡。哇！我把它放回去。啊，没有，还在拉出来的。放回去有差吗？还是不，这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看一下啊。好，抽到是哪个白金卡呢？紧张啊！啊！美猴王。所以是，他写超稀有哎。他超稀有没错。然后嘞？但是，我已经有他更后面那张卡片了。
我觉得他是之前很红啊，叫做那个什么那个中国神兽这样。是。对啊，他长大就变成那个孙悟空。嗯。啊，所以你已经有孙悟空了。我已经有孙悟空了，我要这张干嘛？对不对？他可以拿去喂吗？浪费我125块这样。好，所以白金卡五星以上。对，我们来看看啊，是五星以上这样。刚刚很入手时间嘛，对。是。来看一下他的队长技好了。好，来看一下这只猴子。对不对？五颗星嘛，白金卡，好，五颗星以上。对，对啊，他的队长技叫做金刚不坏 ，HP 越高所受的伤害越低。对，好，所以说我们大概也讲了那个手抽，基本上啊，这种就是队长技，大概现在没什么用，以前还蛮夯的这样。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人就喜欢就是攻击力要提升嘛，对不对？对，像这种就是属于那种他是撑坦嘛，对，他是撑坦这样的。对啊，其实。游戏刚开始哦，怪物打你都不太痛，所以撑坦没什么作用。宁愿撑高攻击力，对，宁愿撑高攻击，所以手抽那个尽量就是抽一些那种对攻击力有加成的。哦，就最好是全体加成。对，没错，你看这样，好，大概是这样子啊。抽卡的要诀就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进一下那个，手抽的教学。好，我们已经讲完，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有效率的利用魔法石。有效率的魔法石哦，像我刚刚那样就叫做没有效率的利用，好，所以就是不要在一些奇怪的时段。我是想问说，魔法石除了抽卡片会用到，还有哪里会用到？哦，我们还可以用来复活。他死掉之后会怎么样？死掉之后就……你是说在一个你在打破关的时候，他死掉可以马上复活？对对对，就是你打了一半，就是可以继续打下去。第一个是复活。好。然后通常建议有绝对不要把魔法石拿来复活。复活是非常浪费资源的一件事情，真的假的？不要复活，不要复活。那复活要几个那个魔法石？复活一次，复活一次一颗，一颗复活25块嘞。啊，25块，复活一次要25块啊，真的啊，很贵啊，不科学、啊。通常都不要复活啦、我们就出来嘛，再花点体力进去打就好了。对对，那当然魔法石还可以那个扩充你的包包。包包跟好友可以，包包要放卡片吗？对，因为前面的卡片好像只能放40张还50张吧。对，所以说其实卡片的包包容量是非常少。那买一次可以买几个？一次一颗魔法石可以换5个背包哦，一颗石可以换5颗背包。对，所以说我现在大概是200多个啦。对，所以200多个，到后期看个人，我100多个理论上省一点。就够用了，省一点就够用了。对啊，但是我现在因为抽很多张卡片嘛，所以说就是要200多个可能才够用。但是背包是非常值得投资的，非常值得投资，因为你可以装更多，以免说你抽到放不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不然就是来抽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卡片这样子。好，然后刚才有观众问我们说，第三封印怎么打？哦，第三封印哦，今天的那个。问题是第三封印哦，第三封印是三封王吗？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三封印怎么打是吧？我们看一看第三封印。哦，第三封印是奥丁。奥丁哦。对，我记得这个奥丁昨天有说明过，他是要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他复活是他有一个盾，那个盾、要用那个强化符石去打。你知道什么叫强化符石？不知道。强化符石就是说我们随便。开关好了，这样子好。开关啊，强化符石是物品、道具还是一个技能？它是一颗石头。嗯哼，那这个石头跟一般的石头不太一样。那要怎么得到？各大便利商店啊、没有。怎么得到呢？我们就表演给大家看。好。通常来讲，等一下进的这个页面，玩一天至少知道这要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对，我会转，把它连线起来就好，对不对？对。好。可是你知道，因为它这个转法跟呆萌不太一样，然后逻辑跳不过来。可不会玩啊！好，它反正就是三个就可以连成一条线，就可以攻击。好，好，那例如说我需要金色的那个珠子，金色的那个队友就会攻击，但是因为我没有金色的队友，我都是黑色的队友，对不对？紫色跟绿红。对对，所以就是我要需要紫色跟绿色、红色才会有攻击效果。好，但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强化符石是什么呢？哦，强化符石就是要5颗连线就会产生一颗比较亮的。那个就是了吗？对，例如说，还有我现在把金色都连成一条5颗的线，对不对？哦。好，我们放掉之后，好猛哦！有没有产生一颗金色的？就是你说十字架那个？对对对，有没有发亮的？对不对？这就是强化符石。了解。对，那这种强化符石哦，就是你必须要5颗连在一起，5颗连在一起哦，才会产生。有，我看到另外一个红色的，还有绿色的。然后
打三风王哦，其实你就是要用那个强化的符石才能够对他进行伤害，所以没有转到五颗等于没有伤害，几乎，而且是要转到五颗之后产生那个会发光的这颗，再去 combo 才有吗？没错，完全正确 啊！这个难度颇高啊，非常高，所以说强化符石就是这样的意思。了解，是的。那这样子，观众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好，那如果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回来有更多的一些教学的部分带给大家。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神魔之塔教学。那我想问一下子健，我抽到卡片之后啊，我是要如何让它升级啊？就是怎么样才能让它有效的堆肥呢？好，那个堆肥这种事情哦，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学问。那现在最流行的呢，其实就是两种堆肥方式哦。嗯，一种就是吃妖精，一种是吃小魔女。那给大家看一看什么叫做妖精，什么叫做小魔女哦。好，妖精就是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吗？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这种妖精哦，类似像这一种。好，精灵啊，应该说精灵系列的。好，我们直接开图鉴给大家看。好，到底吃什么最有效呢？来看一下图鉴。图鉴。没错，好像这种71号啊，应该从那个66号，啊，这种都可以吃，66号到75号，这种效率比较差一点点，但还不错，比较差一点。哎，我知道它升级是吃卡片，那你说效率差一点是它比较不营养吗？对，它没那么营养，但是相对其他东西就比较营养一点点了。哦，就如果你没有小魔女吃的话，你可以吃这一种妖精。对啊，大概都是通常都吃长大一点点的，这种是比较一级的精灵形态啊，这种是二级的精灵形态。对，通常是吃二级的精灵形态比较好一点啊，通常12级到15级就 OK 了。12级到15级，对，12级到15级这个 range 我们讲宽一点点。对，好，另外一种是魔女系列的。魔女，对，魔女系列呢，就是从86号，86号到95号，对，通常呢也是吃二级的比较好。对，二级的比较好，就是我指的是就是有进化过比较大一号的魔女。对，大一号的魔女呢，大概比较划算的 range 呢，大概是在13级。13级，对，13级。那14级呢？14级也还可以。15级以上就不要再让它长大了。对，好，吃15级刚刚好。15级刚好，那你就可以让魔女啊吃一些像这种什么史莱姆啊。史莱姆。对，吃史莱姆啊，或者是吃一些狼啊。对。猫啊狗啊之类的。好。吃一些什么蜥蜴啊。吃一些地精啊。这种让它吃到那个13级。对。或者是14级。好，就是然后再吃小魔女，把你主要的卡牌给小魔女，那它的效益就会非常好。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你这些卡片会从怎么样管道去收集到？其实你除了抽卡，五大副本都可以收，都有办法。你说这些副本都可以，对对对，这些地图里面，像你想要多一点水元素的，你就可以到水的地方去。对，如果想要多一点火的部分呢，你就可以到火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们也顺便再讲一下为什么刚刚讲小魔女跟妖精的经验比较多。好，来，我们来看一看那个，我们看一下背包吗？对，我们例如说我们随便点一张卡片好了。好，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强化，好，我要让它等级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可以看强化经验值。哦，它就会自己写出来了吗？对，你看像这种小魔女的有没有？它魔女系列经验值都比较高。对啊，那为什么冒昧问一下，上面那个很多很像很猛，是你练到很高等的？哦，这种是特别高级的那个堆肥的素材，特别高级的堆肥素材。那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灵魂石。灵魂石，灵魂石就是一种特别来用来升级用的怪物。嗯哼，那可以让你提升比较多的经验值。那怎么得到啊？每天都会有一些。灵魂石的任务你可以去打啊，但那种会花比较多体力。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直接到那个特定的关卡，去打一些其他比较经验值没有那么高的素材也是 OK。好，那可以看到一般来讲都是像小魔女啊，对，小魔女这种就很好用了。是，感觉到两万多还不错啊。两万多，对，那还有就是妖精系列，你看，两万零多少，一万八左右，这真的不错哎。对，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等级都不太一样。对，对，我们再看等级好了，例如说啊，我们看到啊，这小魔女都25800，对，啊，那个妖精大概两万以下，对，两万以下啊，但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小魔女嘛，大概都是啊，14、13、14、15，对不对？哎，你看到我的一个这个妖精，19等，啊、对，它也才刚看到，也才多少而已这样子，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大概。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大概。对，通常哦，吃小魔女，吃13级的小魔女哦，效果会比妖精还好一点点。就我刚说的精灵，那接下来就是灵魂石。所以我们堆肥哦，让我们的那个想要强化卡片，主要是吃小魔女、小魔女、精灵，还有我们的精灵石特别的小灵魂石、中灵魂石、大灵魂石，好、哦，它可以让你的卡片强化的。效率比较高一点点，这样子，对，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堆肥方式，这样。好，那我想问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快速过魔剑神域的关卡？好，魔剑神域的关卡是不是？对。好，那我们今天听说有准备一段那个影片 ，YouTube 教学的影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示意画面啊，知道 YouTube 截取一个魔剑。其实大家打魔剑哦，都会觉得说，哎，魔剑关卡这么难，为什么？因为它攻击力很高，而且它每一回合它就会攻击你一次。嗯、像有些怪物它是三四回合才会攻击你一次，可是像是魔剑哦这种，它每回合都会攻击你，而且一打就非常非常的痛。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影片上面组合哦，就是所谓的那个。队长是那个我们叫做小龙蛋、嗯哦、小蛋蛋这样他的主动技能就是你的生命值哦只要在70% 以上对你不管对手怎么打你都不会一次死真的对没错那就是避免被一击必杀这是打魔剑的一个蛮重要的一环对一个关键哈、哦那另外就是你可以看到旁边它还配很多绿色的小家伙对我看到蛮惊讶还蛮多个对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们的魔剑哦它的防御非常高对一般所有的攻击打它都只能够打一滴血那它本身血可能有10几滴、嗯、或者是20几滴的对哦那种你就要打很久可是它攻是、啊、它攻击很高啊你可能没有办法补血补不回来、嗯、这时候呢就要看那我猜一下他是不是有那种破防的那种哎、欸、没错啊没错正确就是破防哎、欸、玩一天可以知道这个不容易、嗯、就是吧他的技能哦就是可以每回合给予一个固定的伤害固定而且无视防御力哦就是那个绿色的小家伙、哦、通常我们叫做西瓜我们比较多网友叫西瓜因为它全身就是绿色的这样对啊就有什么小西瓜是中西瓜所以主要是靠它在攻击对不对对因为你看你我们打它平常都一滴一滴血在打、嗯、那打到什么时候啊对打到民国几年啊对不对打到下次总统大选还在那个、啊、还在打对这不是非常无言吗所以说就有网友研发用这种西瓜因为它就是无视防御力一次呢大概可以打大概百多滴来着这样、嗯、100多200多300多不等对看你的那个西瓜是哪一种西瓜等对比较优质的西瓜还是那个里面烂掉的西瓜它那个攻击效果会有差对所以说哦但是基本上只要放一次技能哦就可以让所有的魔剑哦在一回合之内秒杀哦这就是打魔剑的一个诀窍对所以等一下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魔剑打完之后哦这个小西瓜的技能开始纷纷跳出来像是后面已经有4个跳起来对不对嗯身上旁边有一个光环光对不对对对对那是可以那代表它可以发动技能的所以如果我的预测没有错误的话等一下呢每一回合发动一次西瓜的技能就这样直接打到通关等一下我有一点点问题嗨嗨因为我刚问嘛但是下面的转珠我没有看到绿色的啊所以
它什么时候会轮到绿色的？它是要收集能量还是？哦，像这种魔剑关卡，就是千万要注意进去之前哦，他都会跟你讲说，哎，我们这一关是不会出现某一种颜色的珠子的。哦，它有这样子的规定。对对对，你看现在就已经发动技能了，有没有？对对对。所以等一下一回啪。哦，每个都扣一把地，死掉哎、欸，就死掉，因为刚刚第一回合打很久，对不对？好猛哦！因为在存技能，所以好，在这个回合，你看再发动一次，然后又三只都死掉。对，随便消一个符石哦，然后哎又吸一百滴，好猛啊！所以魔剑呢，如果你想作弊哦，快速通关，快速通关就是要用西瓜来打。对，先多存多进一点西瓜，嗯、哦，就这样一口气一口气这样一百滴一百滴哦，防御力再高都没有用。哇，好强哦！第一回合存好。技能后面就是各种直接轻松过，对，各种轻松过，哦，所以到这边大家就很清楚啦。我们高级的那个魔剑就这样轻松就可以过关了，这样子。嗯，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哎，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聊天室发问哈。我们就是今天是 Life 的部分，可以帮你健康检查，嗯，哦，或者是给一些配对上面的建议，这样子。对对，或者是说问我说，哎，到底这个本周水加倍的部分？有没有抽到理想中的卡片啊？刚刚我们抽到一张，就直接抽到美猴王了。好，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哎，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休息啦，嗯。好。Hello， 欢迎回来。哎，刚才观众有说，你说放大没有用，哎，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还跟着我读我的唇。为什么蛋没有用？不能说蛋没有用，蛋可以说有用，也可以说没有用。嗯，好，为什么说它有用呢？为什么？因为你看，生命值大于70的时候，下一次攻击不会让你死亡，嗯，因为我们刚刚打的是大魔剑关卡。对。那大魔剑关卡，如果你的血量不够，他打你一下，你是不是就死掉了？对啊。所以你要放你的血量，例如说只有500好了，他打你是600，他是不是一下就把你打死了？对。所以你后面也不要急技能啦。对。那放弹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血哦大于70%，他打你一下，你血至少还是一。你不会直接死掉，嗯，是说弹的用处在于这里。嗯，对啊，反正后面我只要小西瓜技能集满之后，我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后面就死光了嘛。所以我万一第一回合遇到大最强的那种弹，对，哎，欸，我觉得这想法很厉害，欸。对啊，我就要靠这一颗神奇小蛋蛋啊！对啊，理不理解啊？这个不要误导大家啊！这个我们节目很诚实的，这样。真的。啊，当然是有时候有可能也会讲说，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样。对，所以说那个蛋的部分呢，主要是这样子的作用。好。对啊，那这样子大家应该清楚了哈。如果有问题呢，清楚，我非常清楚。哎，如果有问题呢，等一下也可以再提问。对，提问在聊天室，或者是等一下我们 call in 的部分啊，可以再提问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四风王的通关教学。好，其实四风王的打法其实还蛮多的。大家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属性会一直做变换。你说四风王他的那个属性会一直做变换，所以已经带固定的组合，会有的可能比较难打，是吗？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讲解一下，就是打四风王的话要怎么打比较容易一点点，因为他的每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啊。像如果是我，我就用平民一点的好了。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比较平民的组合，兽队就是纯兽队的部分。嗯，当然像中间这一次是比较特别啦，直接去打那个十月狼。不过我们加速通关，我们就用强一点的队伍好了。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队伍组合呢？嗯，原因是因为哦，他要转到那个特定的属性，伤害太多。对啊，对啊。可是如果我身上的队伍五颜六色的，其实有时候会让你通关的速度变得很慢很慢。哦。所以这时候呢，用一些一样颜色。对，就在你指定的属性的时候，你要攻略属性的时候，那个时候把它一口气爆发，反而可以增加那个更多的伤害。对，效率比较有效率啦。对，没错。而且兽队有一个特点哦，就是你在那个进行转租的部分，嗯哼，可以很快很快，五回合 CD 满，只要五回合啊。什么叫转租的部分呢？可以看一下，技能最大，
五次 CD 就可以做一些符石转换的部分，所以说你在打一次的那个重新再洗牌的部分速度会非常非常快、uh-huh.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兽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大家可以用兽队进行攻略看看这样子。好，那因为今天好像说是就是现场的教学，现场打过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试一次。好期待哦！我可以转乱转吗？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把画面呢精致一点，切得比较特写一下这样子。特写一下我们游戏的画面。对，没错。看一下我们蒙面人的转珠功力。其实也没什么功力啦，就是比我强的比比皆是啊。我转这个非常有障碍。哇哦，六 combo， 那块直接被秒杀。好，因为现在这个魔剑打不太死，所以说呢，我们就以一滴一滴血慢慢跟他耗这样子。好，当然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也可以提问。没错，可以提问哦。嗯，看起来还是蛮好打的啊。好，一滴一滴慢慢跟他耗，这就是魔剑的特性哈。是，那它上面 CD 1是不是它等一下就攻击啊？没错。那我想问，如果你带卡片没有下面转珠，你转的那个珠珠是不是就等于没发动？没错，你一定要有对应的才可以发动攻击。了解。好，刚刚稍微。为了下一轮存了一点点黑色的珠子，是啊，前进了。这个大概十个部分，对，有十关，不过它不会太久了。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敌人吗？敌人哦，敌人，他们十关光嘞，好，那不用介绍，一回合就掰了这样。我觉得最难搞的真的是魔戒呢，他好烦哦。他就没事出来骚扰你一下这样。那他，我想问他这个怪兽的组合是固定还是随机的？你说怪物吗？对。怪物是随机的，他每一关都会，每一次都会不太一样这样。是。第一次在 Life 这样转还真的有点紧张。是吗？我看你转得非常厉害，而且很顺。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有试着玩，那个转珠想超久。刚开始大概都一 combo 这样先拼成一条线嘛，对不对？对。然后还各种看不懂，因为有的人就是你看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可以转几条嘛。是。然后我就完全看不懂啊。我们后面会有一些转珠的一些概念的部分好，会带给大家这样子。太好了。像这种兽队就是所谓的6.25倍攻，应该在打四锋芒的时候应该通常凑到兽队不算是太困难的事情。嗯哼，对，努力一点抽应该是还是有机会抽得到这样。是，那好处就是说它不用太多累积太多 combo， 它就直接有6.5倍的效果。对，就是、你是说那个队长技还是他的？对，队长技能每次攻击都会有6.5这样子。这样很强是的，我们就边存一点珠子。好，现在存一点珠子。你要存什么颜色？黑色的。对，让我下一轮通关的速度能够再增快一点。好，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率的打法，我们后面会慢慢分享给大家。好像现在我们在两关就打魔王啦。好刺激哦。其实非常快的。我觉得你破阵超快的是因为你的卡片比较强吗？没错，这样讲也没错。虽然有些说这么强的卡片没有不准之类的，但是其实大家卡片强不强是一回事有时候节目转珠的运气吗？对，有时候节目是要给大家看一些转珠的概念。当然我也不是说超强但就是给大家看到如果玩到140级大概平均的水准我大概就是平均的水准，是大概是要到怎么样子才叫一个平均的水准。对，好，这个给大家做参考这样子。那我想问你，那个你卡片上面的技能是留着打四风网吗？是的，完全正确。哇
那等一下可以告诉我那个技能的效果吗？你卡片技能的效果、嗯、好的，没问题。现在要打王了，对不对？真的。好，有没有？长得好像这个猫头鹰就会先跟你讲说，哎，有操纵元素的力量。对，而且还会，即使如此，任何元素还是走不出世界的运转定律。对，人类战斗吧！解开封印后，一定要将这头怪兽消灭。这很好笑哦。好，我们来点一下它。啊？好，所以你看哦，它的意思就是说，敌人每隔一次 CD 零，就会发动放弃发动攻击机会。并且转换自身的属性，嗯哼，所以说他每次进行一次攻击之后，他就转换一次属性。那我现在因为都是所谓的暗队的成员，所以说我最好是抓他在光属性的时候给他一波爆发。所以你等一下在那个爆他换到光之前，你就要留黑色的，对不对？对，我就要那个把黑色的技能呢，就一次爆发这样子。前面呢都可以这样呵呵这样笑笑就过这样。转两转着转，轻松转就好。对，没错，而且打他的伤害哦会非常非常的低。嗯，我有看到一滴血。对，所以前面呢就是尽量的耗他的血。而且他是在补血吗？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看现在他是绿色的血条，对不对？对。好，我用红色的方式去打他，哎，有效，对不对？对，因为是有相克他的属性。哦，所以他血条颜色是在代表他属性吗？没错。哦，了解。哦、这个兽队也有很多很好的这种。转心的技能、uh-huh. 你如果应用这转心的技能、哦、基本上王要打死你也不太容易这样子。是、嗯、啊，根本不满啊，对，根本不怕，对、哦、但他现在变光了，变光代表什么意思呢？黑的就要转出来了，没错，就是以宅系的习俗啊、哦、这时候我们就来把我们符石转成新符石、uh-huh. 哦、来再让新符石变成暗符石。哇塞，这样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它应该会非常的有效率、哦、好猛哦。好，我们来试一试试看看、哦、好，来一个 combo， 两个 combo。 哇，五个耶。啊，这个打了有点痛啊，一般就不见了，对不对？是啊，而且因为我还有神奇的暗狼，我们再把暗狼技能是什么呢？好，看一下，把光符石跟新符石转化成暗符石。哇塞！也就是说呢，我又可以再打他一轮暗属性的攻击。天哪，太猛了！这时候小树呢，也差不多是要喊出 GG 的时候了。真的，刚才那样子就已经各种 GG 啊！哎，还剩一点点。嗯，好吧，那就被他多拖过一回合了。真的，哎，他真的，哎，这样正玩很厉害哎。好，所以说其实大概基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啦。嗯，啊，被他打死也无所谓了，但 是, 是还是不要在直播的时候死掉好了。对，我们来补个血。对啊，我突然有点紧张了，奇怪，怎么突然打这么多这样子。是，我也吓到。对啊，没有就必切必切咯，安尼就无好安尼，下一集就没有我的通告了这样子。嗯，还好啊。那他现在是什么属性啊？他现在是变成那个蓝色的水属性，所以要用红色打他吗？对，我们要赶快把我们的那个新符石啊，兽队的好就是你看随时随地有可以把一些，对，随时随地各种补血，各种打不死啊，嘿嘿嘿，各种超级坦，真的，而且这个补血还蛮补蛮多的哎。对，是补的蛮多的。可是我觉得你再承受一次可能就要死翘翘。放心，我们那个木的，哎呀，好强啊、哦！各种打不死啊。可是它不是红色，用木打它刚好吗？还是你要先补血？没关系，我们反正它再活也没几回合了。是，日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真的，哎，这回合应该可以把它GG吧。好，看一看啊，他的相克属性要水打他，所以现在打他呢，他还死不了。哦，太少了。对的。我刚刚以为是要用绿色去克他，不好意思，我搞错了。好，其实现在这样火应该是打的，是可以打，把他打得很痛的。好，我们来试一试好了。嗯、好。说不定顺利的话啊，就可以早点收工了。究竟？哦，没关系、啊，还是会收工的。好，我们来再补个血吗？好多赚个几个 combo 这样子。好，就这样，四风王啊，就这样结束了，就说拜拜了这样。那你要不要帮我们总结一下打四风王？嗯，干得漂亮。好，我来讲，好，用一个新手的角度来看。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的组合还有你的卡片的技能，因为我刚刚看到你是按最多，嗯，然后
还有你是转换成同跟卡片最多的那个属性的技能。是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打四风王一个过关的元素。对，好，请大鱼示范。示范什么？我们要打那种小关卡吗？打什么小关卡？这个就玩一个简单的啊。哦，那我们让大鱼随便挑一关来打好了。因为你知道我这种 combo 障碍。天哪，我们就既然都要挑战了嘛，我们就狠一点。我们就难道还要再打一次四风王？我们就挑战个简单的啦。哎呦，这个，我们还是不要，还是对，还是挑战一下。我们选个这个还好吧，对不对？难也说难，不难也说还好，这样。哎，我真的是玩一点心说。哦，我好紧张哦。好，你喜欢什么样的队友？是不是？对对，喜欢什么队伍？哎。那就按的吧。那就按了，那就刚刚那组给你用好了。好，刚刚那组给你用。对嘿。我们看一看大鱼能够打到第几关这样子。他们说想要看我打三分王哎。大鱼示范打三分王啊。等一下，你可以再跟我说一下你们昨天怎么打的吗？我有点忘记。哦，没关系，你等一下玩，我教你怎么玩。好，我们再示范一次三分王，然后今天有一个新手大鱼来操作。打三分王是吧？就会不会打完就下班了这样？我这好，等一下如果我真的玩得非常慢，就换你接手。好，来，我们这是无限的高科技。你看哦。好，各种手残，各种手残要开始了。哦。你现在面对的游戏算是超级嫩的两个嫩逼。现在丑一了，等一下，我看不懂啊，这个游戏好难玩哦。你转到还没转，说很难玩在。因为我就说这个跟宅门那个逻辑不一样，然后我就要想很久。差点两个科目。其实你应该消暗的，你消一次三颗暗珠，一次会发动四个攻击。对哦，好，我看一下啊，我想要把它变成四个哎。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在一起。好，就这样好了。等一下，快上去啊！哎，莫名其妙就削了三颗珠子啊！好，所以这游戏没有脑子也可以玩，有运气就可以了。我失智了啦，这个东西根本看不懂啊！啊，这样好。是我干嘛用红色？那我跟你讲，削五颗珠子可以变全体攻击。好，五颗、哦。对，五颗连在一起会变全体攻击。然后我要怎么让它下去啊？哦，怎么下去？哎、欸，莫名其妙又死掉了，这样。我讲应该是你对不对？三风王应该打得过我。好，我们继续观望下去，来看看究竟。我又做一个补血，天哪！我在转什么啊？那子健，你觉得我现在转什么颜色？还是我哎，蒙面人？那还是你觉得我要按那个技能呢？技能哦，对啊，你其实把黑色的转一转，排成一条线就可以把对面清掉这样子。嗯，啊，这样好了，三个，哎，这样就有了，对不对？对。哎、欸，他们又死了哎！你是这样得到一张红卡？对，这样就得到一张卡片了，嗯、超级赚。好，那绿蓝色很少哎，那我就把它排在一起好了。好紧张哦！哎呀，五颗啊！过去了！耶、yeah, ，我好厉害！啊，看了我们广大的高端玩家。你们应该看到快吐血，很想帮我找吧？快胃溃疡了。哎，这个。放心，等一下，三风王来收拾你。好。哎、欸，好，这样好了。我只会两个 combo。我想把按转在一起呢，我应该怎么转？
三颗就可以发动攻击。可是我想要转五个。好，赶快赶快赶快，节目时间有限了。好啦，四个，还是要换你接手啊！我真的玩得满满的、欸。哎、欸、哎、欸，因为你看没有那个，没有。我想要整顿一下那个组合。嗯，好，让你整顿。可是，哎、欸，这个我不知道转什么颜色。好、啊，那就三个好了。转暗啊，有暗就多转暗这样。转暗。对对对，把它拼成一条线。啊，随便啦。哎、欸，你看三颗就打死四个了。哎、欸，好，那我就用三个玩就好了。对啊，对啊，对啊。是不是？对对对。刚开始先简单了，先三个三个，然后再五个。我要把它转四个。哎、欸，快看到大魔王了！快看到大魔王了。好，好，我是为了促成这四个。太好了，就为了杀一只红狼值得吗？等一下，我没有红色、蓝色的嘞。我真的头脑破洞哎，先补血。啊，好少哦，那就三个就好了。我是不是在一个回合就要打？但是我快死掉了。对，你在一个回合，可能连三崩王都看不到。可以救救我？哎、欸，你这样还会补血？可以救救我？哦、可以救救我？为什么我被挡住了？我被挡住了。我根本不会玩啊！可以救救我？好啊，我再看一下，我看到有。不行，我要让你玩到结束。好，这个应该可以打爆他们吧？有爆了爆了！哦，看到我。可是我没血，可是我没血了。他身上出现一个骷髅头，就代表他下一次攻击是可以把你给消灭掉这样。我已经准备要死掉了。来挣扎一下吧。那你现在有转入可以变爱心吗？有，哪一张卡片？你说把它变爱心吗？我想要补血。补血哦，你可以点红色的队友。啊啊，这样好转多了嘛，这边雷。是不是觉得珠子好多，又不知道怎么排的？啊，就这样。恭喜你补了5000多滴血，这样。5000多，6000多，5000多。我现在把暗转在一起好不好？还是要先转那个蓝色或红色？对啊，三风王有个特性哦，就是有强化盾。强化盾就是你要用这种有发光的珠子。对哈，我要把它串到五个哎。或者是有发光的，直接三颗也可以造成伤害这样。可是我现在要凑到五个啊，我现在智商低落啊。没关系，这个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我要也不用太认真。这玩神魔这么久，第一次想帮 BOSS 加油这样。啊，好笑哦！哎、欸，其实还蛮痛的、欸。有了，因为刚有削到那个强化珠这样。嘿，这个蓝色啊，这蓝色有点多啊。蓝色好像蛮适合凑在一起的，可是我怎么转呢、啊？哎、欸。欸、三 combo 哎、欸，也算有突破了这样。怎么办？要打我了？来、欸，呼唤小天使嘛，一指灵这样。好，一指灵。帮你点一个好东西这样。来。哎、欸，哎、欸，哎、欸，补血。哇！有没有很开心？哇！等一下再叫，先把王打掉。好，那我好好的想一想。对，记住要把有发光的珠子也削进去，这样才可以对三风王造成伤害。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动哎。嗯，好，就这样好了。我只留一颗。哎、欸，我要赢哎、欸啊啊！什么？真是一指灵，一指灵，一指灵。这个、这个大师的手指是千万不能小看的，
手指是很厉害的东西。我要过了。你怎么自己变了一套东西出来？我要过了。完了，我们刚应该要玩那个预测活动了，应该不会有，应该不会有人中奖的。拜。我好强哦。还是打过嘞，有点扯哎。大家好。第一天玩哦，第一天玩。强吧。其实是因为有超强队伍。好，这样大家就知道每日任务啊，不，没有，不知道三梦王怎么打吧。好，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各种脑残没经验都打得过的。我真的快笑了。千万不要再说你卡三梦王，那都骗人，那都假的。那都浮语的。好，但卡片也是有练过，多少有差的。真的。好，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每日任务的轮回你可以过几关？理论上来讲，轮回的部分，通常我打到41关就不会再往后打了。为什么？一打到41关呢，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灵魂石，就是所谓强化的那个进化、强化的一些素材，很好用的那个，对，很好用的这种石头，就拿到了，就可以，对对对，就可以拿到。那再往后打，它可以打几关？无限吗？最多50关。最多50。对，最多50关，然后每5关呢，就会再提升一次难度。嗯哼。对，那正常来讲，正常来讲哦。大家通常会卡在几个点，就是15关跟30关，对，15关跟30关都会是一个比较容易卡的点，所以说那个如果你觉得说你打不过去哦，建议你就是把你的那个队伍的等级先提升。是，对对对，有观众说你很厉害，谢谢，我超开心。不是牌组比较强吗？对，这个没办法，太有慧根了啦。啊，我知道。名师出高徒就是这样来的。名师出高徒要经过我手指的调教之后呢，说，再来一指。对，那个，所以如果有朋友啊，你有任何的问题，对对，想要大师给你开导，请来找我们的蒙面人。对对对，我手指厉害的这样，点下去什么都开窍了这样。对，好，然后好像有观众朋友说那个神魔之塔。不氪金会不会很难玩？就是等于说你不花台币会不会很难玩？对，其实，嗯，我自己看起来是好像一定要买一点魔法石，不然卡片要怎么抽？其实，你说没氪金会不会很难玩？其实昨天也有人问一样的问题哈。对，没有花钱买魔法石是不是真的玩下去？当然，很多人都说不会啊，没有氪，也还好，也还好。可是说实在话，就是我觉得我玩这游戏有140几了嘛，我玩了大概150天左右。你说我没有花钱，其实我有，但是因为我是大概撑到了80级还是90级的时候，玩了大概快2个月的时候，我才开始花钱。对，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没有花钱，你一样可以玩，你还是打得到一些比较稀有的牌组，是，例如说像是游侠队。嗯哼，或者是女神队，你还是打得到，而且游侠队可以让你过几乎大部分所有关卡，几乎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哦，都可以让你过关。好，那花钱只是让你多一点选择，是，你可以玩更多的队伍，像我队伍不一样的牌子，对，像我队伍比较多，例如说游侠队啊，这支是里面也是三峰王那种，就是可能要真的要花钱，或是平常存多一点魔法石，你有机会打得到。对对，那不然像是你看我这一页除了这个魔王之外，全部都是打得到的，游侠都是打得到。我今天回家也要认真玩。对，而这一关其实你基本上大部分90%的关卡都可以靠这个游侠队通关，所以说没有氪金会不会很难玩？其实不会，你只要打到你要的队伍，对，然后熟悉转租的技巧，是，你都有办法过下去。真的，我觉得转租 combo 会差很多。对，而且官方其实都有送一些活动的赠品，对，送一些魔法石给你们。其实存久多少还是能够玩，对，所以说会不会能玩，其实还好，顶多就是你想要玩的轻松一点，或你想要玩多一点变化，那你就是用魔法石去抽，对，抽卡片，或者是让你的包包多一点点这样子。对，所以说没有课其实也还好啦，那有课玩法就会多比较多一点点。好，所以说如果等一下有问题呢，大家也是可以。对啊，可以想一下哦。对 ，Skype 打进来啊，我们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进一下广告，记得想一下问题哦。
们现在进行 call in 哦。那蒙面人，我们要怎么 call in 啊？好，那个 call in 的部分哦，好，请大家那个注意我们的那个 call in 的专线。嗯，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都会留一段时间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那打电话呢，就是直接 call 我们那个麦卡贝 Skype 的账号。那我们要是看到有人打电话呢，我们就会把它接起来，然后回答你们今天的问题。是，对，有没有比较怕被问到什么问题？嗯，大宇这边，我想想，其实今天上课我还蛮认真的，认真在上课。好，知道好，不然大家可以考考一个玩一天的新手，好不好？给你们一点素材。对，如果你们有问题呢，想要问大宇，好，或者是有问题呢，想要问一些游戏相关的，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有第一通电话了，我们来接一下这样子。接一下我们的森森，哎，森森你好 ，Hello， 森森你好，有听到吗？没有声音哎，森森你好，好像有很小声，好像有，但是声音小了一点这样子。嗯，你要电脑调一下吗？嗯，好，不然我们再试看看，看肯定是麦克风的问题哈。好，好，看一下哦。哎 ，Link 你好，听得到吗？哎，直接挂掉了。什么？竟然还可以挂我们电话？这样是啊，这样这有点太过分了哈。好，如果你要打电话过来呢，我们声音就要大声一点，这样我们比较听得到哈。好，那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哈，稍后就准备要下班了这样子。嗯嗯。好，我们有一个 A B C D。哎，可是其实我有个问题。哎，什么问题？就是好像是他没有声音。这也是有可能的。哎 ，A B C D， 你好，你好，还是你要用打字的？有 man， 哎，有有有有，你们在干嘛？我们在跟你聊天啊。是啊，是哦，大鱼，嗯，嗨，我想当你 M O D 啊，那你我要当你 M O D 啦。那你要用什么条件来应征？因为我的 M O D 没，至少我有脸蛋啊。可是我没有看到啊，哪里有脸蛋？他把照片倒过来了这样子。今天我给你我账号，我拿我 FB 给你，你就知道了，好吗？就知道了。好，就知道了。好，那个如果要问私人问题呢，请私底下 Facebook 给大宇哈。我们今天主要是神魔之塔或者跟节目上面有相关的问题哦。是，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好，那如果。大家今天都没有问题呢，哎，我们今天的试播好就会准备告一段落。好，我们又有一位，别闹了，费先生。哎，费曼先生你好，哎，费曼先生你好，啊，费曼先生，我又打进来了。哎，对，经常看到你啊，安安。安安你好。哎，对啊，我想有问题想问问蒙面人啊。哎，是你好。你我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你的真面目啊？这个你是不是昨天也打进来问同样的问题啊？因为我真的超想看你的真面目了。这个要是我说你永远看不见呢？那就洗洗睡吧。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大先生你好，大小姐，这位大大你好，大大，你好，大大你好，你好，还在吗？好，听到我回应，而且是不堪的回忆。好，那么好，你们还有问题吗？我们可以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哎，有人打过来嘞！我觉得好恐怖哦，现在打电话都是恐怖电话哎。我好害怕那个图片哦。大大你好，好，这个是来测试我们耐性的。是他可能来测试我们音效如何。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不好？我觉得今天有点恐怖。我也有点害怕，现在七月呢。好，那我们今天。如果大家以后还有问题，我们在节目尾声都会有 call in 的部分，好，欢迎大家再打电话进来。那至于那个费曼先生那个真面目的部分，这个就还是先不要想了，短期之内我个人让他保持一下神秘感，我们是比较低调的，因为刚刚已经有人说要把蒙面人给神出来这样，对，我怕会影响我正常作息，所以不要啦，请大家放过我，谢谢谢谢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好不好？好，大家拜拜。